hey, 欢迎来到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我们今天来中正公园，耶！嗨，嗨，嗨，走吧。今天来就是主要还是抓一些岩石性的神奇宝贝，然后那个什么，希望可以抓更多的大岩石。然后我主要是要遇到一只高 IB 的，糖果是够了，对啊。OK， 那我先来 Pokemon Go。对啊，今天风好大，好凉哦！今天好适合出来抓 Pokemon。这里是阴天。对啊。走走走，那我们继续走吧。走。OK， 我们现在开起来。遇到了今天的第一只岩石性的 Pokemon， 小泉石。小泉石。小泉石，你有抓它吗？这个我们就直接红球就好了。你还没有龙龙眼？对呀、啊。看、啊，那我们来抓看可不可以？你黄梨果够吗？有啊。OK， 那我们来抓看。哎呦，你想说什么震动？你觉得我要不要撒个花、啊？撒花？那你要站在这里。啊，我这里有一只鲤鱼。好吧，好吧，我这里有一只鲤鱼啊。狗狗。狗狗。开狗狗。狗狗。耶、yeah, ，找到了今天的第一只 Pokemon， 鲤鱼王，给我金色，给我金色，金色，金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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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好，我们继续走。五七 ，Happy 五十七，啊，不不 ，CB 啦，讲错了。为什么你要骑？哎，两只手。耶、yeah, ，抓到鲤鱼王喽、啊！怎么了？没有。对啊，鲤鱼王。然后中正公园这边是像之前讲的啊，它的点就是非常的多，然后补给很好啊。我刚刚一打开来，转开就一颗十公里的蛋，我现在十公里的蛋有六颗，可是我的钱不够，不能买。我们来抓一下这只灯笼鱼。哎，灯笼鱼进化叫灯笼怪，我之前一直以为这只叫灯笼怪，然后另外一只叫灯笼鱼，这只一点都不像鱼啊。OK， good school。我要大眼蛇，没有大眼蛇。然后有基拉，现在已经那个快绝迹了。对，好像有比较少哎。刚出活动的时候很多。对啊，刚出的时候整个爆多，然后官方好像临时把它改成，就是把一些游击啊改成虎虎啊，还是一些大岩蛇之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大岩蛇超多。那刚好我还需要大钢蛇。那这礼拜其实我开一个图鉴，那个皮宝宝，我的孵蛋剩下，现在我图鉴好像只剩下三只咯，一只盾甲，然后五位小子跟波克比，对啊。那因为孵蛋比较懒，所以基本上可能还需要一小段时间才有办法挤到一二代的所有的图鉴。我还缺很多哎、欸。嗯。哎、欸，铁甲犀牛，刚好有一只，它也是岩石这一次的主角。岩石。对，那这一次比较推荐抓的就是，适合战力的话就是铁甲犀牛。好，我不管它有没有改名字啊，反正我就叫它铁甲犀牛。然后。还有大岩蛇，这次也非常值得抓。还有小泉石，这些都算是可以使用的一些岩属性的战力。对，这是 CP 432 ，Nice door。OK， 我们往这边走好了，刷个点。OK， 一球中。然后，如果你们想要看游击啦。我抓游击啊，这几天抓游击啊的影片的话，记得上一部。有松鼠，看到吗？松鼠啊，上去了，上去了。OK go， 好，我们要遇到这只岩石属性的主角之一，熔岩虫。C
CT82而已。哇，这次活动啊，真的很佛心哎，油漆啊真的蛮多的哎，但是我还是希望油漆啊可以像迷你龙这样比较，好一点，就频繁一点出现，对，就是少一点，多一点啦、啊，不然呢？要少一点，然后比较珍贵的这种感觉。没有少一点，然后就都出班级啦。哦，这也是可以直接出班级啦。我还以为会有班级，哎，有了，出现了。出现什么班级啦？大岩蛇、哦，才不是班级啦嘞。大岩蛇 CP376，我要直接用一个红球就好。哎咻嘿，抓到了吗？没有。你没有抓。哦，不不要跑走，因为他跟我说给你个美国好背包满，你的背包满了，对，你有扩过吗？好像现在各买一个而已，我最近真的是没什么打道馆，最近天气都好不好，对，天气不好没有打道馆，对啊，哇，这个稳定器有点重，拿久了真的是不爽。哎、欸，抓到大岩蛇，刚刚我们看到我的金属膜，我金属膜到现在只拿到一个，给你们看我其他的道具，我其他道具，你看，前天我又刷一颗日之石，王者之阵有一个，龙鳞两个，升级资料两个，结果唉，哎，又一只小天使，我真的希望可以拿到多一点金属膜，我真的很喜欢大钢蛇，可是我的大岩蛇还没有一只好的 IV。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我知道，你有好多金属膜。我有五个金属膜。你有五个？哎，五个。五个哎。对呀、啊，五个。天啊，太多了吧，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好像反光，好像可以，耶，我们现在要进化，进化大岩蛇，进化成大岩蛇，对啊，还没录吗？有啊有啊，现在它有技术吗？很多很多个技术，还火够吗？够吧，好像哦不够 no 那要现在进化其他的吗？好吧，牛蛙君呢？牛蛙君哦，他在哪里？进化牛蛙君要先进化成蚊香瓜，然后蚊香瓜才会进化成牛蛙君，应该够了。 OK， 这只 IV 100的哦，嗯，100的，还有做标记进化都也进化。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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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噔噔噔噔噔，噔噔！蚊香蛙，然后再进化，进化成蚊香，哎、欸，牛蛙菌，不是蚊香，它好像也不叫牛蛙菌啊。Go！ 无关。等一下而已。王者之刃。对，我要帮你查他的技能。宝贝技能，对。蚊香，哎、欸，他现在改名叫什么？忘记了，我知道他叫牛蛙君。牛蛙君，我也记得他叫牛蛙君。牛呢？泥巴射击跟水泡。泥巴射击跟水泡，糟糕，这好像不是最好的。他现在改名叫蚊香蛙黄，对。黄哦，不是黄哦。黄，嗯，对，他是黄。他最好的技能是泡泡、泡沫攻击跟水泡，然后防守技能也是泡泡跟泡沫攻击跟水泡。啊，那就是泥巴射击比较不好。对啊，泥巴设计。你还要进化什么？进化。要进化喽。帮你看一下三 D 龙二，最佳的技能是。最佳技能。最佳技能组是。等一下给我最烂技能。那个觉醒力量跟破坏时光，那它的防守技能也是觉醒力量跟破坏时光。那你的是什么呢？我记得我好像是学阳光烈焰。代表日光。可以学阳光烈焰。对啊。
充电光速跟日光速。充电光速。不好，就是不好。没关系啊，反正它也应该不会用来战斗吧？对啊，主要是开图鉴而已。对啊。现在。现在。它进化。进化那个海刺龙，刺龙王。好吧，其实我有时候会搞不懂他们的名字。对啊，进化喽。用道具。它会出现什么好的 Pokémon？ Pokémon。我把声音关掉了。没关系。开图鉴。龙袭跟逆鳞诶，龙袭逆鳞，对呀、啊，那真是好哎，龙袭逆鳞诶，这可以拿来打快龙，嗯，现在打快龙，它 CP， 而且它 CP 不算低，对不对？有一千以上都算高吗？现在可能要2000左右吧。哎，好的哎，这只龙袭逆鳞诶。哇，今天这个好舒服哦，还有凉风。对啊，很棒。然后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刷道具的时候，它现在道具已经好像不会出现三个了，基本上好像都有四个以上。现在刷道具的话，是吗？我不知道哎。对啊，我最近觉得的啦。可是你运气比较好。是吗？我不知道。哦。我现在抓一只。然后就都没有那个金属膜，运气都耗在那个不会，不会，会有金属膜。现在还有抓一只这个橘子兽，这个也是今天这次的主角之一哦。但是它进化之后多吃橘子兽、哦，没有那么油，不油不油。但它还是很可爱呀、啊。对啊，触手小瓜牛，还有蓝蓝的，触手很可爱。你要走哪里？走这里。好，那我们继续走，看看可以抓什么 Pokémon 吧。现在发现一只游击啦！不是，现在是游击啊！走走走，剩三分钟，有点少，好久没有冲了。在哪里啊？在，应该在那边。你看那边有人在抓，在那里而已。哦，对面哦。在对面，在对面。这里有吗？应该在这边就碰得到了，应该。Go go go！ 游击啦！那我们这一集就以游击啦当个结尾吧。我有了，你出现了。好、那我们来这边就好。你的有吗？等一下，你现在网路怪怪的。好，打开，打开。Come on,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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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 on。刘佳，快出现吧。刘佳嘞？你要不要去对面啊？要不要时间到？我转个点，我转个点。Come on。是在这边吗？现在点是在这边吗？他们有可能在对面啊，因为哦不不不，好急！怎么都没有发现这只？你现在在哪里抓的？这里。你看你现在的地图在哪里？我抓完了。这个交叉路口。这个交叉路口，哎、欸，我还在往下走，我还在往下走。好，我往旁边走一点。靠旁边，靠旁边。Come on！ 我真的觉得他在对面。真的吗？在对面。对啊，你看那边好多人、啊。现在可以过，现在可以过。好。黄灯哦。糟糕糟糕。Go go go！ 小心哦，小心。小心小心。Come on come on！ 我的游击啦！我的游击啦嘞！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出现了出现了。看吧，我就坐在对面啊。我的定位有点跑掉。我们来旁边。黄立国，黄立国 ，OK OK OK， 然后一个发气球，嘘 ，OK， 希望可以球进。啊，我头发乱糟糟，没办法，我追他。Yes Yes Yes Yes， 还有黄立国，所以总共一共有六颗糖果，当然六颗糖果再加一颗，没有加，没有加，你63颗糖。对啊，63颗糖了哦。如果要可以进化。好，我们再抓这只，最后一只铁甲犀牛，再把它抓起来。
哎，没有丢好。来，我们来双人合作。对啊，帮我滑，一二三。OK，Nice、okay, door。好啦，其实我随便丢的。没关系，够了，Nice door。他会感受不到我的心跳出来。好，两下三下，OK。哦哦。好。那我们这一集中正公园就到这里喽。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再去现场个喜欢。然后如果想继续观看的话，记得订阅我哦。拜拜。